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这首歌唱那个来自花莲的祝福。那这首歌呢，就是它有布农族、萨克达亚，还有格马兰，就是我们把这些不同部落的民谣给串联在一起。那作为我们保留60很重要的一个努力的方向，就是我们的养分都是从部落而来，然后我们希望原住民的年轻人不要忘记回到部落，然后好好的去认识自己是谁。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花莲的祝福送给大家，谢谢。
非常 international 跟原住民的文化一起结合，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晚上的音乐，然后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在铁花村再次相聚，再次分享好吗？好，感谢大家，这样你们 OK 咯，就没有 uncle 咯，这样可以齁？好，可以齁？还可以一首吗？好好，因为其实我大概后面要大概30首啦。好了，那我们要唱裂缝吗？那我们做一首歌的安口曲叫做裂缝，那这首歌也非常适合就是游走在那个东海岸可以听的一首歌，或是想象一下你开着一辆跑车，然后就放我们这首歌来宾点唱裂缝就对了，然后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有空多来台东走走，来铁花村，来花东纵谷，然后到台东到花莲找我们一起玩，我们会陪你一起在部落里面弹吉他唱歌， OK 可以吗？好，期待你们哦。好，这首歌裂缝，谢谢。
谢谢，谢谢，我们是866，谢谢大家，晚安，谢谢大家。下课了，谢谢大家，我们再次感谢866带来精彩演出。那明天是万圣节，明天也有两个乐团的演出，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铁花村，谢谢大家，晚安。我的心